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屏东科技大学时尚设计与管理系莫比乌斯毕业展演。屏东国立科技大学时尚设计与管理系举办莫比乌斯毕业展演成果展，内容包含动态的100多套服饰作品，静态的160多件时尚文创。学生成果展作品丰富，多场的静态与动态的展演。希望未来我们的同学还能够更进一步那更怎么发挥特色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跨领域。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同学，除了是说，当然我们的服饰最基本的那个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但是还是可以更进一步呢，把别的科技融合在一起也是说，我们希望将来我们的同学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跟别的系的同学多多接触在你自己的专业上面呢更上一层楼那我相信也许还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那这个。不过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得很好了那只是说我只是希望能够好上再更好。第18届时尚设计与管理系的毕业成果展莫比乌斯，将时尚比拟为一个不断循环的圆，而莫比乌斯环中没有正反面的特性，意味着消弭对时尚的刻板印象，在这条时尚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行。时防新闻郭文曲建议屏东采访报道。